你，谁让你动我小熊的？不是你，我什么我？你闭嘴，滚出去！可乐，你今天是不是遇到什么伤心难过的事儿？你和我说。明知故问，就是你惹了我。我跟你说，你今天动了我的玩偶，我怎么能开心啊？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！你要是不滚出去的话，我。 我沙包大的拳头，我揍死你！可乐，如果打我能让你开心的话，你就打我吧。你刚才不还挺猖狂的吗？现在让我打你，打你我手不疼。你不是手疼。 徐总，我有事向你汇报。把这花扔了。他不是开的好好的吗？他提前开了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他想开了。他想死了，换成假话。不受控制的活物，不如规规矩矩的死，无让人安心。嗯，我马上去办。等等，还没汇报吗？一个坏消息和更坏的消息。 你要先听哪一个？更坏的。由于服务器检测过于频繁，玩家都开始爆发不满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暂时中断对机器的动作捕捉，进行停机扩容。这怎么是更坏的消息呢？技术部门说需要2周的时间。2周？我已经和技术部门说了，把时间缩短到1周。如果做不到的话，就集体交辞职报告。嗯，处理得很好。 那就是那边怎么说？怎么说随便你，我就要他们感激我。好，那我就说是您给他们放假1周。嗯，可以。那坏消息呢？坏消息就是，网上已经出现了支持关千雅的人。谁？你猜猜。雷娜，我想你可能有一些误解。 我们的关系似乎没有亲近到可以打情骂俏的地步。我知道，你别误会，我说的你猜猜是那个支持者的 ID。嗯，网上这种乱七八糟的言论常常都有，不用每件事都跟我汇报啊。好的。 您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发动了全公司的员工进行网络反击。我一点都不担心，现在网上已经有很多支持者。这些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，你有没有在上面发现一个最活跃的，叫你猜猜？啊，我本人。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？当然不能靠我们自己啊。
接下来就要借用公共媒体的力量，把网上这些歪风邪气给正了。你要这么说，我觉得我前妻的闺蜜挺合适的。她是追随新闻网的头牌记者，而且跟我的私交也很不错，我可以找她给您写一篇专访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的前妻好像是 Loveboys 的死忠粉吧？确实是，但她闺蜜不是啊。我还记得，我跟我前妻离婚之后的无数个夜里，我都向她倾诉 Loveboys 带给我的苦闷与心酸，她都懂的。那你还等什么？还不约啊？这不好吗？约人家，她好歹也是我前妻的闺蜜，而且我也没往那方面想过。约专访，马上安排。哎呀，苏烈，今天我可不让着你了啊！让着我？我不让你才对。谁怕谁啊？来，就玩这个。